哎呦，我真的生气了啦！这个新职业一直在这边吵我，我想先把新职业跟你们讲一讲哦。但是要怎么讲啊？好了，我决定要直接讲了，可以预，哎，可以预览呢，啊，干脆就在这边讲就好啦。那我们先讲这一只好了，这只太过分了，太帅了，然后大家一直想要得到它，我今天自己一定要先讲你了。他是，哎呀，啊？知他是谁啊？职业涅槃后可获得啊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。哎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不同伺服器的关系啊？你切回去，你切回去。他是鬼刃哦，啊，可是哪来的涅槃啊？你玛丽共生球就。九层妖塔都是我们的吗？那我们可以去二区看看吗？他说他是鬼刃啊，可以练吗？另一个角色至尊五十级。等一下啊，中，哎，有这没有写，这没有写。哦，原来他叫鬼刃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一下新职业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新职业取得荒化。那个角色至尊五十级，职业涅槃后可获得。今天这几个重点，鬼刀职业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今天这几个标题，然后我们继续实战吧。今天这里主要是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怎么获得它。好，接下来日常的话来，先找回再说。鬼导演都出来了呀！我因为我现在战力已经这么猛了。这边有螃蟹，这冰蟹，为什么这边看不到聊天屏呢？但这边可以耶，游龙安安。